就玩黑山姆，来开始来介绍礼包，怎么关不掉？就我首先解解吧。瓦伦西亚就是我们的最新伺服器啊，所以其实我也选这个瓦伦西亚，其实。我今天想要讲一些比较深度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今天我们讲一下决斗家达成活动哦。这个通道是12式，我们达到相对应的等级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奖励。所以各位观众，重点来了，如果你的格斗家60等的话，你就可以取得深渊的克甲卡，39名。应该比较多人想要拼那个吧。我加卡，总共有5个这样。好像不主线绝绝吧，这边可以抽一下东西。好，到底要怎么喂啦？哦，他叫我喂猫咪啊，所以他会送我宠物吗？啊，宠物高潮啊！他是不是？哦，好可爱哦！那其实前期就有宠物系统了。然后这时候你在选猫咪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有猫咪了。那其实宠物系统还蛮早就开放了。直接帮我们取小猫就好了。这可以干嘛？哇操！你看，这游戏直接送我们神话装备。那这边可以自动穿戴哈。这边你可以把它做一个贩卖。那基本上黑金是在帮我们吃装备的。应该是吧？我丢一下。有种恐怖的感觉，呵呵。第二宠物黑金，第二宠物黑金灵。